邢文刚刚开始练习武术是跟着村里的老人练习，效果并不如意。当时村里的很多老人都不想把真功夫交给我，练了七年还不如别人练了三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邢文刚来到了离家200多公里的梅花拳发源地平乡县，希望能够在这里探究到武术的奥秘。梅花枪是梅花拳的代表器械，要求立贯枪尖，上下翻飞。梅花枪身法灵敏，步道枪道，以步法带动身法，以身法带动枪法。因为梅花枪的练习讲究身法、步法、枪法的配合，邢文刚便经常到村子旁的小树林里练习枪法。小树林呢，跟梅花桩很相似，可以很好的训练我的心法、枪法和步法的配合。如今邢文刚已经是平乡县职教中心的一位武术教练，主要负责初一到高二学生的梅花拳学习。我教的学生一般都是有农村的多，这学生的这个文化水平一般都在中游以下。他们学武术一个是强心健体，再一个可以通过武术考一个好的学校。2016年10月份，邢文刚来到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当武术教练，从初中开始教授学生练习武术。现在学生已经高二了，明年他带领的第一批学生就可以参加高考，通过武术有机会考上一所大学。但现在他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。很多这个农村来的这个学生练得也非常好，学习也不错，一到这个年龄那就打工去打工中了，家庭就不让他去练了。那一个表演呢，从初中开始教，一直教到现在，当中也走了六七个学生，非常可惜。蹲下去不行，往下蹲一点，往下蹲把你手搭起来。哎，好，直蹦过来。前段时间，邢文刚的学生王志鹏在河北省锦标赛上拿了拳术第一名，邢文刚便准备将梅花枪交给他，希望他明年有机会考上一个好的大学。我觉得这个孩子啊，有培养前途，我就努力把他想培养好，也给下一批这个师弟们，给他做一个榜样，也让家长看看，练武一样也能上大学。学习这个梅花枪，第一项得先学习这个梅花枪的这个技法。你看，拿、拿、打、蹦、跳，再先从这个最基本的拦拿扎说起。拦的时候，你看，左手没动，右手呢，抽出的时候一个横力，翻腕快速翻腕。要如果扎下边呢，你看，哎，拿的时候呢，双手用力。哎，你好比打我面部一枪，你看，啪，刺的时候呢，后脚，后脚蹬地，转腰，砸，砸了枪头不能忽高忽低，中平枪呢就是砸平，给你掩平，对，对。为了更好地让王志鹏熟悉梅花枪身法、步法和枪法的配合，邢文刚准备通过一种古老的训练器材——梅花桩，对他进行训练。邢文刚准备建造的梅花桩由12根1米多长的木桩组成，将其按照固定的方位布置，最终呈现梅花形状。梅花桩功是一种以步为根、以角度为本的训练方法，桩粗因角而定。粗不过足，
锯不过布。练习梅花枪可以通过梅花桩来锻炼那个心法和步法。你想桩，我去给你学这个练法，用脚趾来扣你桩，走的时候啊，哎，重心放到这个腿上，对，桩下是练步法，桩下是练心法。那呢是前脚先动，你看，哎，跳步拉开可开大去进攻。从小练武的邢文刚因为功夫电影走上了习武的道路，如今武术对于他来说不再是曾经的功夫梦，而是自己教了五年的学生能够考上一个大学的一个机会。想让这个学习不好的学生通过武术这个泰山考上一个好的大学，能都介于这个高等学府有个更好的发展。